身辟谷需要如何开始呢？辟谷前不需要专门控制饮食，反而应该去吃你喜欢吃的东西，不至于在辟谷期间有太多诱惑。第一，肯定是要准备好心态。如果是打算三天清水辟谷加四天半辟谷，至少这辟谷的七天需要有抵御诱惑的心理。第二是要准备好红枣，比如金丝小枣、和田玉枣，什么品种都无所谓。那辟谷期间馋了就可以吃上几颗红枣，咀嚼枣核是可以解馋的。那喝什么水都可以，但是如果你讲究的话，你可以买上几桶矿泉水。其次呢，就是购买像苹果呀、葡萄呀这些当季水果。半辟谷那几天呢，如果想吃了，可以吃少量的水果。